让台湾第一帅相信世界上真的有童话故事，找到了真爱。被昵称为小云朵的蔡诗芸，结实又有线条的好身材让人称羡。哎呀，小太阳好幸福哦。我本身的体质就是比较属于圆形，而且我也不能不吃东西，我很爱吃，所以我就开始就想说，如果就是想要自己变成比较结实，然后想要就是穿衣服可以看起来就是挺挺的，然后比较健康的一种身材，健康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通常来健身的时候，我都会希望就是可以练一些小小的肌肉。健身你会烧脂肪，就是因为你的心跳会变比较快，然后你就是要让你的心跳就是维持一个心跳的速度，这样子才会就是有减肥，然后有烧脂肪的一些效果。我第一次试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爬楼梯会瘦身吗？就是它会有什么样子的效果？但是它那个机器会跟着你的身体，就是你的动量去动，机器就是可以练到整个身体，因为你的整个身体是这样子挺在那边的，所以它有练到腿的线条，就像小腿大腿这样子，因为你要用腿去爬，然后它也有练到手，因为你要拿手撑住你的整个的身体的体重，然后它还有就是练到你的腰跟屁股的部分。那个机器其实它是非常难的，因为它是有一个弧度，通常你都是要跑你的最快，然后大概最快可能跑大概20秒，然后再休息20秒，然后再上去20秒。那我觉得这样子至少是要10次、15次左右，因为唱歌的关系，我觉得就是你通常都会比较知道你的肺活量有多少，有时候你可能唱到就开始喘，所以我觉得我开始运动了之后，我就没有这些问题。每天看镜子的时候，就 like oh yeah, I'm getting a little stronger 。可能接下来就是打拳击吧，多多少少会学一点点。不能抽胸，我不能抽胸。你看，你看。